这是这个代言这个家伙，就是用爱包围。其实这个过程当中，我真的一直被感动。好几次是因为影片，然后后来也和这个，因为刚才在记者会上播放的是影片，其实它的影片内容就在讲这个，就看起来我们就是在收上工作的父母，然后他们在。在照顾，因为没有完美的父母，所以在照顾小孩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，可能难免会有一时有一些情绪。那其实我在看完这支影片的时候，都还没有完成影片的过程当中，我自己看，我觉得很感动。那其实我后来也和家人的代表说，如果有任何一个，比如说他真的就好像是影片当中的父母，然后就是一个上班，然后很忙碌，然后职场上工作但要面对，然后回到家再照顾孩子的路程，回到家照顾孩子，然后当父母遇到挫折的话，他打这个电话回到什么样的协助？这个在和这个文景这个是处长。主任，文景主任在聊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他的谈话内容当中，我也觉得很感动。其实就是你打电话去家访这个专线，他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网，你知道吗？就可能会有人接听你的，让知道说你不是没有出口的，是有人可以帮助你，可以倾听你。那真的会可以看到评估你是需要怎么样的协助。那当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家庭还需要一些，他没有资源，他可能没有后援，或者可能经济上面，或者可能需要聊，他们可以提供协助，然后甚至可以把你转到适合你的机构去，或者评估真的要不要开案。所以其实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，合作过程当中，其实真的是觉得一直被感动，就是觉得。那公司也是觉得说，当有机会做这样的善事，我们就出来让这样的良善让更多人看到。会有一些自己的经验的投射在。其实会，对，其实会，因为像我自己，我觉得其实像我自己的工作是，我觉得是很忙碌。我自己在我职场上面也有很多挑战。那每个人不管你做什么工作都24小时，所以回到家里面身为一个丈夫，然后一个爸爸，然后你们好好的花时间照顾你的家庭，当然很需要他，非常非常需要你太太给我很多的协助帮助，像是有时候他也带领我，有时候我带领他，就是要先构起一个家，然后你在里面在我有自己的家庭之前，我就是在努力在歌手这个地方。那歌手其实也还是要不停的去做我需要做的事情，所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，你要怎么样把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到好，真的是很大的挑战。所以我在看那影片的时候，我其实有流眼泪，对，我就很感动。你的口巴也很感动。导演有过程中有跟我说他想要这样的语气，但是其实那天在坐下来录的时候，其实也很容易投入，因为可能这个角色跟我就是很贴近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在职场上，但是我也是一个爸爸，新手的爸爸。那我跟尹佩一样，就是比较崩溃的时候吧，都在录，然后家庭的事。当然，我觉得像这个影片里面，他当然是比较，但用最直接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，哦，他遇到了一个困难，然后可能情绪就是有点，因为人没有完美的人嘛。我想导演主要是要凸显这一点，
但是其实我们在家里，会尽量，因为就是毕竟，有时候我们会，这是开玩笑，就是说不要开玩笑，就是说其实我，因为我觉得我可能19岁就出来唱歌追梦，对，然后所以在当这个艺人歌手过程中，其实我也经历过很多的挑战，所以当我有了自己的小孩的时候，我认为其实我已经经历蛮多事情了，我已经经历过蛮多事情，对，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，这个一定的这种抗压耐压还是有，但是我真的也不完，就是难免还是会有这种比较崩溃的时候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东西做不完，然后，对啊，还是会有，因为稍微情绪高一点，就是不大声讲，或者态度比较不高兴一点的那种气状况是怎么样？实际讲状况，有一点点惊悚，不是那么想讲那么具体，但是我的印象中，我们都比较不会对着孩子去做些什么，因为对啊，我跟 Kitty 都。不过我觉得主要是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也不是要刻意，只是表现出我们家里有爱的一面去做一些，比如说抠门，而是你知道这些很有爱的时刻，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很珍贵的。所以当然我们会选择，觉得哇，拍到一个孩子美好的一个 moment， 或是我太太帮我拍到一个，哇，我从这个公园的游具上把孩子抱下来的一个照片，因为其实这种很珍贵、很有爱的这种瞬间呢、其实在生活当中，对我们来说也都非常非常珍贵。所以人当然会想要我去展现这个东西，但是我们当中夫妻我们还是会有争吵，还是会有需要谁退一步、谁进一步，然后我们要怎么改变，我们要怎么制定计划。所以我这方面其实很感谢我太太，但是我们就是，这就是很真实的情况，就是真的是需要很多的一起的努力。然后我现在可以说，其实我觉得需要很多的包容、很多的忍耐、很多的温柔，真的一个家才有办法建立起来。对，他会有提到，就是身体跟就是脸状况也好，出问题的时候是刚好可能就碰到育儿啊工作上面的问题。其实我觉得，去年的过去的一两年，我觉得当然是你说这些平时本来就会有的压力，比如说像工作，那。这个一定有，然后你成立家庭，然后你有了小孩，心里面当然会有一些预知到会有的挑战会出现，但人生这个剧本难道都不是自己写的？所以其实的确是，比如说家里的长辈或者是家庭，就家人的身体健康出状况的时候，这个有时候是意想不到的，对，就是。人生你不可能剧本都到自己写，所以的确有时候是这个，你觉得一个很大的挑战来了，怎么办？这样，那你会当然会很慌张、很紧张。那其实我觉得人真的是这样，就可能一个不小心，你就是会真的应付不过来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出问题。那时候是有点忧郁，或者是？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，其实我得告诉大家，那个时候我家人有身体状况，那后来自己其实也生了病，就是其实一开始就是医生认为就是肠燥症，但是因为它持续的时间太长了。然后我也必须告诉大家说，那个时候我的饮食控制非常的严格，因为我会很容易腹泻，所以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吃的食物，我直接告诉大家，我会吃肉、蛋白质、小黄瓜、马铃薯、红萝卜，
蓝莓，就是没有了。就这样子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必须用很严格的饮食控制，让你的状况不要去刺激。对，那后来我去做检查，发现原来不只是肠燥症，而是我的器官出现一些很严重的发炎，是肉眼可见。所以当时其实，也因为有去做这个检查，医师告诉我好险我去做这个检查，所以他更知道要怎么样去。但是，如果大家有看《香芋样》的话，《香芋样》哇，很感动，然后我又感动了。《香芋样》其实那个剧情，它到了后半，它出现了天使，就是奇迹。那我必须很感恩的说，其实我的。在那段挑战的后半，其实的确我的生活当中，我觉得出现了奇迹。除了家人的身体状况稳定下来以外，我的病也好。所以其实香芋样它是一个真人真事的片，但只是我把奇迹可能弄了一个比较可爱的角色，就是为什么好像扮演天使一样。那过去的确是有这样子的挑战，不过我已经好了。那。但是我的所有在面对的事情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结束，比如说我的专辑我在里面当中，对，继续努力。那在你最不舒服的时候 ，Kiki 如何帮助你，不管是心灵上的安慰？这个其实我，因为那时候我跟车东西非常少，但是所以其实，家人，也就是我太太，她要备餐、要备料这些东西，其实她因为我的原因就一变再变，这样一下这个我可以吃，一下又发现哇，这个我也不能吃了。然后其实过程当中的确我也是有遇到一些挫折，所以但我觉得很需要，就是这个俗语怎么讲，夫妻同心嘛。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的。但是的确是有一个很好的太太，给我很大，对我影响非常大，非常感谢。上网搜寻用那个包围。所以家里管小孩的话，是以你为主，还是太太为主，还是两个分工？我觉得。你说教育嘛？对，有教育。管小孩听起来比较教育的话，就跟小孩相处的。那又是另外一个。我觉得教育的话，我觉得是太太为主，我是为辅。学习的感觉，那我要跟你分享，我在学校一些生活遇到比较不适应的状况。像刚刚讲到这个，我们家教的主题是以有主，所以像其实他也会有一些有看，就说所以我自己也会在想，那我到底要不要跟小孩多聊他的学校，就知道他的压力吗？什么？所以其实像我的太太，他就会收集很多这样的资料，那有时候就会跟我分享。我就会，就是一起看。大概就这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因为好像没有问你爸讲什么。OK 吗？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